YouTube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毕文俊。电视剧《小女霓裳》正在 YouTube 热播，我在里面饰演欧阳子瑜，心怀热忱，浮世闯荡，期待在华视网剧与您相遇。我，谢氏绸布庄的谢小妮，我要让全天下的女子都要拥有美丽的权利。好骄傲的性子。这位公子，这相貌也太出众了。放肆！你这个女子竟然敢无视本王。我堂堂严大小姐，你又岂能与我相提并论？但是霓裳的想法和技巧那更胜一筹。你等将来我去谢家提亲，我们苏谢两家联姻在京城一定能成为最大的商户。谁要嫁给你？谁要跟你成亲？你看到了，不要脸！本人我不也是玉树临风、风流倜傥吗？我说的实话也有错呀！真的呀？想我了吗？这是摆明了要和本官作对，绝对不能让他脱身。把他给我拿下！本王在此，谁敢无故拿人？你怎么了？胸口好痛啊！